昨天找了你整晚，结果你跟别的男人在过夜。韩东杰跟你才不一样，起码他不会趁人之危。大笨蛋，我本来已经开始觉得你还不错的。上次我去皮蛋学校才知道，皮蛋现在不但功课跟不上，还要准备一个什么年度亲子节的活动。那好，你们大家就各自负责一下皮蛋的作业。 真的玻璃是大人会用这种枪吗？有毛病啊你！他只是小孩子哎。其实，你很在乎自己的童年，对不对？这是商品，不是作品。没有亲手用心做出来的，根本就是一文不值的垃圾。皮蛋，亲子节那一天呢，大鹏哥哥会送给你很特别的遥控车。好。 我一定会遵照你的指示去完成作品，不要跟我道歉，跟皮蛋道歉。最失望的是他。皮蛋，安东尼，你好骗人！皮蛋，最近啊，风阿姨还有市长叔叔为了安东尼训练他。 好久，希望你啊可以在亲子节大放异彩，当大出风头。对，哎，跟爸爸报告一下，这个安东尼呢，在我们两夫妻啊齐心协力、亲力亲为、教诲之下，还有可以说已经是洗心革面、痛改前非，现在已经快速的跃进了上流狗群社会当中啊！爸，爸。 那不信，我们可以表演给你看啦！啊，对，我们试试干嘛？爹，您看啊！哎，来来来来，哎哎哎，安东尼，坐下。啊！爹还有呢，还有呢！还有，最厉害的，最厉害！好啊！哎，三加三减四，加一减二是多少？啊！是一，好棒！神犬神犬，你看爸爸都聪明，你们看我会心酸的走啊！骗人的吧？ 安东尼，安东尼知道是懒得理你，安东尼好棒，神犬安东尼。耶，爸，多棒啊！你们刚刚这么棒的狗啊，神犬嘛哈。安东尼，我跟我们俩夫妻啊，还是算是啊，有点代价了。哎，我有多棒，你的市长帮忙一下，快让安东尼离开呀！哎，我就是要找个新主，走开，走开，走开！啊，我走，走走。安东，坐下。还有人来训练宠物。 还怕宠物的？哼，你们爸这是找个人来训练了也就了事。那天你们怎么答应我的？一个。
一个个想用我的钱来打发我。爷，其实这个亲子节的意义啊，是要让家人之间的感情更好，促进家庭和谐。不用这么大压力，不用这么大压力。福安呐，不用担心了，爷爷自有打算。 爷爷，我说如果你再把眉毛做成一条线的话，我将亲自动刀把你修理。哼，这个家就你一个人敢对我没大没小的。小时候，我觉得你是最不受教的，现在觉得还幸好给我们家留了一个没有毁掉的孩子。 爷爷，您说毁得太夸张了啦，而且你现在也是在修复了。我知道你刚刚虽然骂得很凶，那是因为你比任何一个人都重视这次的亲子节。是，你说的不错呀。我以前对这种事情觉得很浪费时间，可现在活了年纪一大把了。 反而觉得我是为了赚钱，为了事业，错过很多，也害了这个家更多。就像凤凤，小时候很喜欢画画，而且画得很好啊。哎，你的美术天分是不是受凤凤的遗传呢？ 要求他，既然是画画这种无聊的事情，就一定要做得很好，啊，拿奖回来。慢慢的，他感觉到有压力了，他也累了，从此就不画了。我连他一张画都没留下来。还有你啊，你还记不记得，你小时候帮我缝西装扣子？ 结果也嫌我缝的乱七八糟的，还叫管家把西装给扔了。爷爷，我因为这件事情难过了好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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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天呢。还有大风这孩子，从小爸妈就不在了，我就要求他不要去依靠别人，结果害了他。 根本分不清谁是真心对他好，他宁愿仇恨所有靠近他的人。所谓揠苗助长，说的就是我啊。 我以前的教育方法错得太离谱，可是时间又回不去了，所以这次我要求大家一定要亲自去参加皮蛋的亲子节，也许在过程里面可以把你们小时候的回忆都还给你们。回忆就是回不去了，才会想让牢牢记住，所以爷爷。 你根本没办法把回忆带给我们。不过呢，你们可以为这个家创造新的回忆，所以我们就从
一旦亲子间开始起飞吧。想要碰安东尼的话，没关系啦，你不用着急。不！哎呦，阿姨穿成这样，实在是因为我觉得有看书啊，书上有说啊，狗狗啊，这时候很容易有什么跳蚤、必须新丝虫的。嗯，我说你这，我是希望它能够干干净净的，要把它洗得干干净净的。安东尼这么可爱，怎么会有人不喜欢它呢？是不是啊，市长？Uncle， 不好意思哦，麻烦你嘞。哎呀，自己人讲这话见外了，我们。已经变一家人了啊，同类同类，你看，我亲你看看啊，哥们啊，放心放心，都抱在我身上啊。哈哈哈。谢福安要上班了。Uncle， 我要先走了，安东尼就麻烦你了，安东尼要乖乖哦。那阿姨再见。哎，上班愉快啊。要上班嘞，你怎么穿这副土生土养啊？我觉得我穿成这样上班比较自在。姑姑姑丈，我们研发部比较忙，上班喽。至于你们人事部那边，我想我帮你请个两三天假，应该是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运作吧？啊？还有安东尼。把他当成新进员工照顾吧，拜拜。安东，拜拜，要乖乖哦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哎，气死我了！他是摆明了拐着弯骂我狗奴才，这真是太过分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们只要能够赢就好了。对。这个安东尼听好了吧？报告老婆，已经完成了全套的冲洗程序了。好的，那现在我现在把它擦干了啊。是。啊。你呀、啊。我。我给你擦擦，给你擦擦。安东尼，安东尼。Thank you.
大功告成。把东西拿过来。你也是一样啊，这样爷爷会很心疼的。哎呦，这一次失败有什么关系嘛？只要再做一次就好了。干嘛了？擦一下药，我看一下。你怎么那么拗啊你？这么大一个人了，跟皮蛋一样。谢伯安警告你。把我当成幼稚的小孩好不好？你根本就是一个过度早熟的小孩，从小就穿着西装，做着大人的事情，而且你呀，你连一张全家福的照片都没有。谁说我没有？啊，这就是我的全家福照片。哦，是是是是。这个你跟这么多位主管在一起照的照片就叫全家福照片啊？啊，哎，这差很多好不好？全家福呢，就是全家人的纪念，应该是每一张照片背后啊，都会有一个很动人的故事。不要以为每个人都跟你奶奶一样好不好？只要有家人受伤就会担心难过。我告诉你，我们家不一样。因为我爷爷就算我被绑架了，他连赎金也不会付，这就是我们家的动人故事，可以吗？怎么可能？爷爷对我跟皮蛋都这么好，他怎么可能这样对你啊？我才不相信呢！不管信什么不信什么，但从那一刻开始，我只知道我能相信只有我自己一个人而已。不过，这个就是我选择的生活方式啊，而且不需要经过任何人同意。因为幸福的人是没有权利要求不幸的人如何放下，懂吗你？理事长，不好意思，法务部要拟定对四物堂球场的诉状，有一些细节需要保密。如果方便的话，能不能请你现在参与会议？好，我忙过去处理。欠我们500多万呢、欸！你终于相信他会绕跑了。我前几天就叫你盯紧一点，说不用，结果嘞？不是嘛？我就真的以为他是老实人呢、啊。这是什么？房地契啊。谁的房地契？
杰哥，这招太优了，这招太优了。你这么相信他，不落跑对得起你？哎，所以我现在对不起你啊。那现在怎么办？去看看房子剩什么。哪个妞？哪个妞？哪个妞？哪个？喂，喂，韩东杰啊，是我啦。你等一下有没有空啊？哦，就是明天是皮蛋他们学校的亲子节，我想要拿邀请卡给你。晚一点好不好？我待会有事。晚一点啊？可是我晚一点要跟严大峰。福安小姐，严理事长他说他今天会开会开到很晚，所以不用等他了。哦，谢谢。喂，没有啦。好啊，那我等一下有空了，我去找你哦。待会见哦。好啊，待会见。拜拜。基本上我们是帮那些跑路的人，帮他们打扫房子。代客服，代客服，对，代客服，代客服。哦，对了，这个啊是皮蛋要给东杰哥哥的。明天的亲子节啊，我们两个都非常的希望你可以来参加。确实可以。不过谢福安小姐，你欠的晚餐还有电影，你也说不出我偿还日期，你要不要付点利息给我？利息哦？利息啊，对对。然后还要我看你啊，就进去主卧房。你们是开玩笑的吧？收账这种事情是不能开玩笑的，你就负责打扫你们那间房间当做利息吧。好。一杯咖啡的时间，没人看懂的电影。哎，送着我来，把那书柜整理一下。纪念价值哎。对不喜欢的人来说，它只是垃圾。现在这么不景气，拿到二手市场都不会有人。哦，可是你看这些啊，好像要收集很久哎。哎，年份都好清楚哦。我觉得跑路的人好可怜哦，要走的时候啊，连一件值得纪念的东西都带不得。怎么啦？他们连相簿都没有带走，他们是走得多匆忙啊！重要的是家人还在一起就好，只要家人还在一起，就还可以有新的照片。这样子比起来啊，我觉得那个严大峰啊，比这些跑路的人都还要惨。他的家人明明都还在，却连一张快乐的全家福都。最起码他还有家人。
狗啊，洗过澡之后，整个毛看起来还不错哎。摸起来真舒服啊！哎呦，又温暖。尤其想到了这是800亿，那更是让我一秒钟都不想离开它了。安东怎么看起来怪怪，没什么精神啊？安东，哎呦，怎么可能？我们给他吃的是最好的狗食，而且我们希望他在亲子节可以保持最佳状态哦。我跟你讲，我们学他一个新招叫中枪装死，他演技好到可以得金钟奖，我请你试试看，你试试看。真的？对对对。安东。之前呢，应该是没有注射什么预防针或是任何疫苗，所以他的身体抵抗力呢非常非常差，加上呢对你们使用的沐浴乳过敏，如果这样贸然的出院，很可能会暴毙。暴毙呀！安东尼，你明天不能出席，暴毙的是我们两个呀！哎呦，安东尼，你行行好，你不会让我们两个英年早逝吧，哈！安东尼，拜托拜托你啊，只要一个晚上就好了。哎，我拿到800亿之后，我会帮你盖一个新的狗豪宅，帮你娶一个血统优良的狗太太。现在我们有难同当，将来一定会永不投降的，好不好？拜托拜托拜托啊！我求求你啊！求求你！哎，有反应有反应！对对，哎呀，好现象！哎，快！我跟你讲啊。我们先把它抱回去，反正撑过一晚，明天拿还给他就行了嘛。对对对，快！安东尼，就撑这一晚，好不好？啊，好，乖。明天不要管，在干什么？在送回来。不是，在干什么？不是，我们俩带回家一个晚上。对对对对对。明天早上我立刻把他送回来啊。没有送回来。这位先生没有办法，他现在状况非常不稳定，他现在出去随时可能都会危害他的生命。哎，你们有没有人性啊？你别吓我们。我们当然有人性啊。他虽然是土狗，他以前山上都吃草药，请你们相信我的专业，我建议他留下来做观察。不是医生，我们当然相信你的专业，可是我你不你但你不了解他，我并了解他，他被货车撞了3次都没死掉。我比你更了解狗，表演一下，请你们一下有人性可不可以啊？我们当然有人性啊。我们没人性，我不是，但为了这个800亿，他也是一条生命哎。好了啦，市长，好了啦，把安东尼交给医生处理，就把安东尼留下来，让医生好好做治疗。好吧。安东尼啊，安东尼就麻烦你了。谢谢。可是安东尼是我们的护身符，这没有带回去，那这个爸爸他一定会。好了啦，医生说的也对啊，安东尼也是条生命啊。安东尼没了，我们800亿也没了。爹那边，我再想办法看怎么跟他说。好，走了走。连父亲的急救你都放弃了，现在他跟我说。你会担心安东尼的安危？你以为我会相信你们的鬼话？啊，我看你们是训练不好安东尼，就一不做二不休，想要毒死他。爹，人家说虎毒不食子，为了亲子节，我将安东尼当成自己亲生儿子一样照顾。虽然我们相处的时间不是很长，可是我们充满了快乐的回忆，我怎么可能毒死他嘛？哼。你是我女儿，你应该知道我根本不同意虎毒不食子这句话，你更应该了解我，这件事情如果没有成果，中间的过程都是废物啊。算了，我也不意外，半途而废的事情你从小就做过的，
我什么时候半途而废？我从小就努力读书，我得双学位，我钢琴、插花、珠算，我样样得第一，就是为了让你开心。我什么时候半途而废？那么画画呢？这唯一不要我花钱请家教来补习你的才艺，你为什么不继续下去啊？那是因为爹你说画画没有用，所以我好了，都是借口啊！我告诉你们，你们要是拿不出作品，明天亲子节都不要出席了。好，亲子节我一定会出席，我会证明我没有半途而废，我会亲自画一幅画，当做亲子节的作品。我会证明，给你早点休息。搞清楚哎，你是八宝堂，不是救济院，小姐。哎，干嘛啦？深海珍珠贝，你有没有考虑过成本啊？是一个人啊，我会帮你。你的表情啊，就只有这几种，不是不高兴，就是很生气，非常生气。怎么都没有快乐的表情了？你该不会在画大风吧？对呀，那不然嘞？在我们周围啊，有哪一个人可以把每一个生气的表情发挥得如此淋漓尽致？就是演大风。你想看看大风其他表情吗？左边这个手上拿着消防车笑得有点挫的那个男生，就严大风啊。嗯，那台消防车是我舅舅当年买给他的限量消防车，全世界大概十台吧。而且啊，那时候大风的梦想就是用一台全世界最大的车，我呢则是要做出一件全世界最漂亮的衣服。看得出来。哦，原来他有这么正常的照片。这是因为那时候管家佣人他们不愿意当我模特，所以我只要勉为其难自己试穿。哦，哎，怎么都只有你的照片啊？没有严大风啊？就只剩下刚刚那张而已。在拍完那张照片没多久之后，大风就不小心把消防车给撞坏。是哦。所以你舅舅就很生气，然后后来就不买给他了啦。不，正好相反，我舅他很疼大风，因为大风撞坏车子之后，舅舅答应大风一定会再帮他买一辆一模一样的车子。只可惜他最后没能遵守约定，因为他去买车子的途中发生了意外，和我舅妈两个人不幸过世。消防车就是他跟他爸爸最后的回忆。那他后来为什么没有实现他的梦想呢？全都是因为一场绑架案。在他自己逃回来之后，他开始变得不相信任何人，他还把小时候全家福的照片全部都撕掉，一张也没留下来，因为他觉得既然他们无法守护在他身边，他宁愿舍弃以前的回忆。他把继承八宝堂当成他的梦想，从那时候开始，他就开始失去了脸上的笑容。其实他笑起来蛮可爱的哦。我也这么觉得。他那时一时冲动，把全家福的照片全部都撕毁，
成功的让自己变成真正的一个人，现在一定很后悔。我好像有在哪里看过这辆消防车。我现在在垃圾处理厂，脚扭到了，没有办法回去。你这土村姑真的会给我找麻烦呢。垃圾处理厂在哪？哪根筋不对啊？三更半夜跑到回收厂干嘛？你很闲是不是？堂堂八宝堂研发部理事长，下了班还要来这里办按摩脚，啊？好了好了，你
怎么会知道我有这台车？没有啦，因为我不小心看到你小时候的照片，你有一台消防车，感觉好像笑起来很开心哎。哦，那么久我都忘了。干嘛那么鸡婆这种无聊事啊？这种垃圾我不要了。不是垃圾啦，你看。可是，这又不是我那一台。对啦，我当然知道不是你那一台啊。可是你看它的年份。想到一些关于小时候很幸福的回忆。祝你生日快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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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。你看，这是消防局推出的纪念消防车哦。哇，是消防车耶，我最喜欢的消防车耶。你看，这都快乐了，赶快许个愿吧。等我长大以后，一定要当个伟大的苗子手。傻瓜。是那么无聊做那么多蠢事干嘛？对了对了，是很蠢啊。可是你不是也为了我做了很多蠢事吗？我想要表达我的感谢之意。我真的很想跟你说一声谢谢。谢谢你在我家被火烧掉的时候给了我手表。那就像是给了我一个希望一样。我好心送你礼物，你还给我凶巴巴的。明天亲子节，我会把遥控车做好送给你。如果我完成遥控车带去参加亲子节的话，我要你给我一个机会。搞什么鬼？通通给我知道！大风还有东杰应该都在路上了吧？我刚刚在等杨大风的时候啊，我好像更明白我奶奶的心情。那种为了一个承诺，只是等待一个人的心情，一切都结束了。所以，你爱上杨大风了？也许你真的是我奶奶。派给我的守护天使，不然为什么每一次我很需要人家在身边的时候，你都刚好出现？Just